就很后悔我的17岁浪费在了监狱里面。17岁是最好的年华，最好的年纪。叔叔阿姨，如果说你们看到这张纸条，一定要报警，求求你们救救我，救救我。看到你他枕头下面有那个药，吃那个激素药。那个时候是17岁，刚过生日，皮肤变白变嫩，像个女孩子。带我出去玩，给我买生日礼物，我根本就没有想到是历史学校那种监狱。他那边就是军训嘛，很高很高的那种铁栏，上面还有就锋利的那个刀。然后我妈告诉他的是，他喜欢男的，他喜欢装女人，你一定要把他改过来。他的脚就踩在我的脊梁上面，是蹦，在上面蹦，我感觉我身体都断成两截了。当时，要不跑的话，我就死定了，我就没有希望了。想完这一句话，就直接冲出去了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没有停下来。